继《传送门》之后，《造桥》系列再一次与另外一个大 IP 合作，推出了全新作品《造桥总动员：英式路 Bridge Constructor: The Walking Dead》。本作中，玩家同样需要借由各式各样的原物料建造桥梁，但不同的是，游戏关卡中的桥并不是要让车辆通行，而是要让主角们逃跑，同时运用货柜、铁球或是大木桶等重物来把丧尸通通砸爆。但关卡中的重物也不可能凭空落下，不少机关还要派角色前去启动，因此玩家还能够提前输入指令，派遣角色在固定节点移动、启动机具，甚至使用道具诱导丧尸等等。请绞尽脑汁，发挥创意，在有限的经费下帮助角色们逃出升天咯。